任东京农业大学第二高等学校的吹奏乐部，有着翡翠骑士之称，边吹奏搭配舞蹈充满活力，画风一转，音乐变得气势磅礴，他们也能轻松驾驭。同场较劲的还有他们，美国 UCLA 棕熊行进乐队，边吹奏还会搭配口号，风格鲜明活泼，让现场民众看得目不转睛。展现台日美友好，特别邀请他们来台演出，但输人不输阵，国军弟兄也有好表现。他们是国军的艺文尖兵，国防部联合乐队进场，整齐划一的步伐，开头就先用黎明进行曲打头阵，后头紧跟着的就是三军一队，一进场就给人雄壮威武的感觉。族群演奏及花式操枪，从制高点向下看，更可以看到所有队形的巧妙变化。国庆大会上，除了有这些视觉和音乐响应之外，台湾的体育项目在国际赛也有亮眼表现，特别帮他们安排了星光大道，走上英雄之路。教练，柔道男神杨永伟。包括柔道男神杨永伟和台湾蝶王王冠宏也都有一起出席，在国庆这天也让他们接受国人的祝福。TVBS 新闻高载吴新燕台北市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